工作。顺延迟的状况。没有那个没缺钱钱哦，从安定期到这里来，哦，他刚才跟霍雪说哈，哦，那个人和单位啊，就是跟他说人和单位哈，哦，也那个马讲师那边也一直要他去帮忙。那本来霍雪是想说跟他的领队讲一下，他说那个刘先生一直在唠叨说不要参加这样的领队。那后来霍雪在那个上面，我要传给领队了，做领队了，可是他说哈。哦是他自己跟马讲师讲，因为马讲师一直要让他去礼拜二成全班的，要他去读给心。那礼拜六他那边有成全班十点上到十二点吃饭，所以他还在那边住。啊，后来我后续跟他说，我们这个礼拜是第二个礼拜，我们九号有上课，然后所以他早上要去他那边菜上课，回来要急着赶了下午又要上我们的伦理班。对，然后雪说，这个是不是由他自己去讲比较好了？如果说后来本来我雪要跟你们讲，后来再跟他商量说，还是你自己讲说，刘先生可能不用你这样两边跑，哦，他自己讲比较不会伤害到我们单位的感情。雪说你自己注意，啊，不然那个马讲师，因为他也很需要他去负责的，他是去煮菜的，也许。啊，可料聚餐还是多加些米，啊，咱明确这些拢会去甲煮啦。啊，但是感觉伊安尼走吼，年纪也有啊啦，两边争，而且还有压力嘛，你要做啥，大家下笑的，这是一个压力。啊，伊刚在招待吧，哦，啊，所以好啊，就讲安尼好啊，你家己注意，他拢答应。对啊，所以说我们就是变早上的嘛，哎呀。哎，他那边早上是第二个礼拜，今晚刚才也没改早上，没改第一个礼拜啊。哎呀，啊，后雪是跟他说，还是你跟他讲，因为他觉得有压力了，已经到两年多了，两三年了。哎呀，啊，后雪说你自己处理，跟他说刘先生不让你去，啊这样子是不是比较会圆满一点？说好像我有时候我们打扫的时候，他就是早上要去那边煮菜，所以他才没有帮我去打扫。我有什么伊有需要我去，就是伊爱去遐，伊袂当去排摒扫，是这样。啊，当然啦，是做新鲜嘛，但是我感觉伊后来应该就比较没有那么好。老公安尼阿伯大阿伯做听，我讲你家己就是爱调试。因为本来是叫我改名林工嘛，后来我想想，哦，他们应该是我一共有立场，那个人该伤害大家，兄弟的感情啊，那个感情。我讲阿廖，我跟你讲问一下，你到时阿廖气你啊？阿廖问一下，我或许是觉得说还是由他自己处理会比较好啦。我跟你讲，马讲师讲了，我有些地段到关键了，拜托啦。我今年做些读书，我那一点阿是咱来去做。对呀，就明确甲讲啦，咱当然了愿啦，啊，但是嘛是着爱咱的自己能力之内嘛吼。对呀。啊，有困难，咱就甲讲啊，因为我无法做，咱嘛是爱甲讲。因为刘先生嘛，甲我讲两遍啊，你互我爱甲明确讲啊。你怎么？对呀。啊，我你刚过去因那个。我早上去找伊文先生的时阵，林先生嘛在甲我念嘛。安尼叫明确是甲伊讲，啊，我以前也无法讲，是甲你想办法啦，袂当对啦。我讲你直接甲讲，你甲讲林先生极力的在谈不论他反对，安尼你较有立场。啊，因为来伊阮刚安尼讲，有时啊可能较歹势啦。啊，这时间是做诚心的啦，我就觉得说，那种诚心的，实在是我们没有跟他，没有办法跟他，哦，比就是讲一定要厉害是一个惊喜啦。就像咱拄只咱的黄振峰讲师，伊所讲的讲吼，啊，休息还是啥，伊也是还是一个惊喜啦，就是足重要的。啊，所以吼，那
那么刚做刚起来，做刚文也这个进行哦，啊对道场的一个布置啦。那么当然，咱银行收听就是咱这宝光诶正德书院哈、黄正坤讲师他所说的无限生命圣法如意的要诀啊，积极资料。当然，伊伫这个讲述的过程内底，咱咪咱看做前生，我感觉伊资料感觉足多，但是。伊讲出来，互咱感受着讲，哦，伊去了解讲，要安怎圆满人生啊？那么当然要圆满人生，伊学法参悟道场是二十几年来学法的体会，也就是像伊讲讲，爱当心圆如意，才有法度圆满人生。因为咱要修天道，对人道开始，哦，对人道开始。但是即个要心圆如意，毋是用嘴讲来就道有啦，也是实际咱爱得心理。学习哦，伊讲诶，讲爱学习啥物，爱学习精神啊，是食贵啊。啊，有时咱去道场，这道场无道理嘛。伊是互我感受讲，咱拢无道理食贵啊，真的。咱拢有时啊，做用意诶，就是讲，迄个不注意诶，咱就要甲人力争啊，没有办法学到吃亏。这个吃亏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学的啦。诶，讲精神哦，对啦。帮出来了，我拢付出的。这精神都还好，学吃亏啦，哦，啊学克己复礼啦，我这个都不是那么的简单，拢不要简单的。那么当然，道场内底，亲像咱助理慈悲哦，咱那个不仅是造的，是咱的弥勒家园是，是不是咱会当伫咱这个百旗会办双播者？啊，但是咱那个。组长不是有啊，我有回复您啊，或许是再宣布一下，那个一月一号，这样就没有办法，因为一号是中心单位他们开台。因为不知道的，今天的招待都成功，不来当，我们姐已经来当来的吼，他不能熊来，一月一号都要给一单，正勉强有任交。阿百他也可以来，啊，但是因为我昨下中心单位今天一号呢，有拄好我厂在成立嘛，所以讲前两天是在，啊，所以讲或许你敢想吼，你等下去经济较前两天拄好。要不然就是上面先开卡，那回来再来这里，因为我是一天的活动，但这是规日的呀，啊，是不是遐的？前人朱其亮他跟咱家，那我另外梅香蕉阿满林要来，因为一月二号应该就会上班了。你有没上班？啊，不过因是人嘛，伊也是公道的。哦，对啦。啊，我今仔问咱个特勤，就是看伊到底，假设现在是讲因啊去遐啊，伊若有开始嘛，是人家是。对，那我们就是你家嘛是，人家是开始啊。我因为说，那我你高调。对，我你高调。对啊，啊高调，叫人家差开，你啊小资之和，你讲咱家个人当然对调嘛，啊是，你都五五分嘞。对。五平的，所以说是你跟你包括你啊，就讲安尼到底是跟人家改，你就那边去晓得，因为你这边想解决。啊，要超过廿二十二年，像安尼两年金，甲今年底就无法度啊。因为不是一月四号，本来是就要去泰国了吗？十号啊。对啊。十号。那你十号等了十号去，二十三号等，二十五号给你打掉。去了，啊，所以就